华佛山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，是一座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。这座山因其独特的地貌和文化背景而备受游客青睐。华佛山的主峰海拔约为2500米，山势陡峭，山体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态，宛如一尊巨大的佛像，因此得名华佛山。山上有许多古老的寺庙和佛塔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华佛寺，建于唐朝，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寺庙。寺内有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和艺术品，如唐代的石刻佛像、明代的木雕佛像等，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前来参观。除了寺庙和佛塔，华佛山还有许多自然景观，如瀑布、溪流、峡谷等，其中最著名的是九龙瀑布，高约100米，水流汹涌，气势磅礴，是一道壮观的自然风景线。此外，华佛山还是彝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，山上有许多彝族村落和彝族文化遗址，游客可以了解到彝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，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。总之，华佛山是一座集佛教文化、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胜地，值得游客前来一探究竟。